哇哦，为什么双天海鲜这么受欢迎啊？让我们来看看吧。这个象鼻螺真的是好新鲜啊，手掌大的象鼻螺一口咬下去真的是超好吃的，咔哧咔哧的，真的非常的新鲜。来沙巴一定不能错过龙虎斑，它的肉质真的是非常的鲜美，难怪这么受老饕的欢迎啦。像手臂一样大的皮皮虾你有吃过吗？哇，你看看满满的肉，里面伴随了很多的虾黄，咬下去真的是满口鲜香，虾黄的鲜美程度媲美蟹黄，真的是越咬越香，真的超赞。鸡腿一样大的老虎虾你也一定要试试啦，鲜美的肉加上淡淡的奶油香真的是很好吃，必点哦。这个蟹爬日式豆腐，豆腐上面裹满了蟹肉，一口咬下去满嘴鲜香，真的好惊艳。这个素仔菜也是这边的特色哦，咬起来嫩嫩脆脆的，真的是非常的爽口，食物非常的新鲜美味，价格透明实在，难怪那么受欢迎啦。来沙巴玩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海鲜盛宴。